小姐，这里哈、哦，有看到三颗绿泡。不过你如果是50岁哈、哦，应该是借卵生子比较可行嘞。这里有一颗卵泡，你确定要拿来冷冻吗？50岁冷冻卵子，这个卵子将来染色体异常的比例很高哦。现在是1.2公分呢、啊。我等一下的。目前看到一颗，因为你没有打针，打针会更多颗了。大颗的一颗，小颗的两颗了。可是你为什么50岁要冷冻卵子？没有，要结婚啊。那结婚再来做试管婴儿不是更好？可是我尊重你的决定了，你如果要冷冻就冷冻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就是50岁的卵子哈、哦，它的使用率偏低呢。我倒是建议说，你赶快去结婚，然后做试管婴儿比较实际，或者是50岁有时候要叫你，建议你借卵子的。哦，那个，你确定要冷冻卵子吗？嗯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一颗、两颗、三颗了。左边还右边？左边，右边